什么是 music box 啊？ music box 可以转，然后有声音哦。怎么做？哇！是礼物，它就是什么礼物？哦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 3D wooden puzzle music box， 到底怎么做呢？对呀、啊，我打开来看吗？好，好，打开喽！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，oh no！ 这个就是木质的 music box puzzle， 你要把这些零件全部组装成音乐盒，因为都齿轮的，前面后面都有，我看里面应该有三块木板吧。OK， 那我打开喽。它有一个木板的味道，很香，很香啊！它还有附上一张沙子，沙子。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片，第一片还有齿轮，齿轮，还有其他的，这应该是音乐盒的外壳吧？对，跟这个有一个光，我不知道这是说什么的，可是pretty good， 还有一个 love 在那边。哦，对哦，它有一个心形的洞在中间。这里另外一片小的呢，小的零件也是有啊，有花，有比较花的，还有其他的黑色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，还有一个大的齿轮。另外一片也是，这个是 这些是外壳吧，蓝色的是外壳吧，这些是齿轮了。这些零件已经被切割好了，过后我们再推出来就可以了。把工具，小工具，音乐盒的心脏吧。开始啦 ！Go go go！ OK， 首先我们来看 ，OK， 第一个步骤，哇，好复杂哎，它的说明书好复杂哎，好复杂。慢慢来。OK。真需要你的帮忙啊！好久了，哦，对，也蛮难推一下的。嗯，我觉得需要有大人的帮助。Later。 啊，终于可以装上音乐盒了。而且你在做什么？不是 Jockey 啦，德克斯特啦，糖果啦，巧克力啦，你亮吗？走吧。Tomorrow for sure. Eventually. 2,000 years later. 做好了。我做了两个小时，你要怎样转呢？它这边有一个锁匙，对不对？你要转这一边。好吧，难做吗？其实也不会啊。
我不会送花给你哦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可是你没有做的。应该很累啊。拜拜。